那位仙子就是回到这屋子里的，冒昧叨扰，对不住了。 聚魂法阵，此阵蓄以逝者元神为引，若无元神，可用无垢灵体鲜血一滴，可招魂聚魄。招魂聚魄，无垢灵体的鲜血。小师妹是无垢灵体，师父对她极为呵护。 若可以得到玉灵仙子的血，就能寻回夜袭我的元神。或许，他就能像宫野纪无那般。这天池，只是一看到月亮圆了，我便想家了。那附近也有一片湖，到了夏天，湖水又清又凉。 我就躺在湖边看星星，草丛里还有萤火虫飞来飞去。你说的那片湖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？在很远的地方，以后有机会我会带你去的。如今我已经在这里了，可惜你却不在。 方才是怎么回事？是邪火吗？还是去灵井中打坐调息片刻？ 是他。